龙之谷。那这集呢？因为我们把排榜讲完了嘛，这戏还蛮好讲的。让我想一下要讲什么。我自己可能会先讲一下经典好了。就是跟你讲一下什么是潜力，什么是精力，什么是潜力强化。那潜力强化，你就是这边有没有丢进去东西，哪有强调你的武器。所以今天这节重点四个字：潜力强化，潜力强化，非常的好玩哦。那你们可以去平均升级一下。哎呀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卷子啊？实战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志远你好，志远。那我们今天手游就玩到这边喽。信件可以领一下。话说，你说那个好友要从哪边抽啊？对吧？好友要从哪边讲啊？我看你们加好友了，我这边有一些推荐的好友啊，我看一下一些新闻。